南无阿弥陀佛。啊，诸位莲友，晚上好。我们看网上的问题啊。净土中学人常知这么一句话，《大集经》云：“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请问法师，这句话出自《大集经》部哪篇经文？曾看到一位居士说，《大集经》没有此说，而且整个《大集经》也没有此句话，这是经讹传讹之说，弟子没有余力去通看全部《大集经》。所以特此请教法师，望慈悲开示。这个问题好像前段时间也有同修提问过。首先本人也没有认真的全部的把《大集经》读过，所以你说他错在哪部经文我也不可能给你明确答复。但是有一点，这句话是很多祖师大德都引用过的。这个有很多事情都是有些人无视生事的，就像80年代说这个待业往生，有个查经小组说这个所有经典没有待业往生四个字，于是就否定净土法门的待业往生。但没有这四个字，待业往生的义理到处都是啊，为什么你非要这四个字呢？那么于此来看，这个经典当中处处说末法众生靠自力修行很难解脱啊，那么这句话从理上来说它是不错的呀。末法人修道，你说谁能得到啊？得道而不是悟道啊，得道就是正的意思啊，谁能断见惑思惑呀？谁能断尘沙或无明惑呀？也就是说靠自己力量想断见思或尘沙无明是罕一有人的啊，稀罕有这样人的，这种事实在这里啊，经典当中也处处说明这个问题，祖师大德也常常开显这个问题，所以让我们全身心靠倒阿弥陀佛慈悲力量度脱生死苦海，这是正确的一种说法。你为什么还在这抬杠呢？所以还是老实一点啊，听祖师大德的话啊，这句话都有时间也可以去找一找，但即便找不出这样的话，但这个意思绝对是有太多太多的这样的文句表达的啊。无量寿经里面就谈到啊，这个有一亿菩萨由于不能听闻这个净土法门，都能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连菩萨不修念佛法门都会退转无上正等正觉。那么娑婆世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成佛会十方诸佛赞叹他两难呢？在这五浊恶世成佛难啊，在五浊恶世说净土法门难。你说这个五浊恶世啊，五恶五痛五烧，想得人天都不可得的时代啊，得人天果报都不可得的时代，更何况啊要得道，那是太难太难的事情，这些意识随处可见啊。所以你还是老实的啊，按照这句话的义理去一心念佛，才能得度啊生死的利益啊，不要去随便就打妄想啊。念佛人生了病，如果万缘放下，只念佛求生净土，
会有病情被耽误的情况吗？换句话说，念佛求生西方，如果寿元未到，病自会好。这里说的病，是不是只针对无法救治的恶性病？轻一些的病，不愿去医院，也想这样做，会被耽误吗？念佛人，他还在凡夫的层面，我们就用凡夫的法来对待。我们并没有说念佛人生了病你不去治病，我们还是希望他按照世间的医疗进行治疗，是同时提起这句佛号那么等到年纪大了，生了重病的时候，一定要提起求往生的心不要一味的去求健康的心你求往生的心，你寿命世寿的寿命还没有尽，还没有到，自然能够念佛，身体会健康。但如果你的寿数已经到了，你一念求健康、贪生怕死的心，就可能耽误往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定要把求往生的心提上来。但并不意味着不进行治疗所以这两者不是水火矛盾的关系念佛人生的病，你可以进行治疗。但求往生的心一定要恳切，两者可以并行不悖。到了关键时刻，你自己也明白回天乏术的时候，尤其是很多癌症晚期病人饭都吃不下，靠着这种输液管子来维持生命的时候，你到了这个时候，你还不有一个大的决断吗？这时候你就得要有一个决断，把管子撤掉，你就念佛求往生吗？你靠管子维持生命干嘛呀？所以这些在不同的因人因时因地有不同的做法但一般来说，念佛人生病还是要治疗如果你有100%的信心，通过念佛能治病，也是决定不虚的。但问题是你没有这么强的信心呢，你没有这么大的念力所以在你身上可能治病的功能就会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不敢让你放弃世间的治疗是这么一个关系近日深圳助念团成功送一位莲友往生，作为一名念佛人，自行化他劝进行者，成就他人，作为往生之粮，还是不顾一切舒舒服服在家求念佛求往生，两者如何取舍，请慈悲开示。这两者正好相辅相成，你不要搞的是相互矛盾的关系。一个念佛行人，他首先是要关注自己往生的把握，要把功夫用在自己方面，同时也随分随地的做那些度化众生的事情。那么助念，这是一个念佛人最关键的时刻，是需要莲友去帮助。我们出于大乘菩萨精神，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义不容辞的去帮助。这种帮助是帮助了那个病人，同时也在利益自己。因为你是帮他念佛嘛，念佛的功德利益了病人，更多的是利益了自己你说你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念佛，正因为太舒服了，你就念得不恳切了。
这时候你到那个病人旁边，即将要死的人旁边去念佛，你是什么样的感觉？你对这个死亡，对这种无常，马上就警觉起来。通过他今天的死，马上想到明天就轮到我了。这时候这个心不恳切起来了吗？这不是成就了自己往生的资粮吗？这里正好是相辅相成，不会耽误，这个耽误的是你的念头，你把这个念头摆正，正好不仅不耽误，而且增上。地藏经也都说的，为亡者去念地藏经的功德，亡者只得一分呢，六分功德是归念经的再生的人呢，那么念佛亦复如是，你就好好的帮助助念就好了。淫欲是修行最大的障碍，弟子想断除淫欲，可和淫欲战斗，每次屡战屡败。请问师父如何解决淫欲问题？达到什么果位才能断除淫欲？看来你还挺有道心的淫欲是三界六道轮回的根本，你不能简单的说是修行最大的障碍，修行是存乎其人，你想断除淫欲，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身份角色。如果你是在家居士，并没有要求你去断除淫欲嘛，你可以过正当的法律许可的一夫一妻制嘛，就不要天天跟淫欲战斗嘛，屡战屡败，对一个一般的人来说是必然的，这个要彻底解决淫欲问题，那，你说出果圣人还要7次往返人间呢？他为什么往返人间？就淫欲，欲界的淫欲还没有断，他才要7次往返来断呢？到了正道二果还有一环呢，还要来一次啊？你要正道三果阿那含，他才断了欲界的淫欲啊！对一般的众生来看，谈何容易啊？所以我们说待业往生，其中就包含着带着淫欲的烦恼去往生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对于境界行者来说，你在身心切愿上下功夫，不一定天天跟淫欲做斗争方面下功夫，你要把这个位置把它摆正。那么如果你以身心切愿念佛这句名号具足清净光，阿弥陀佛就在名号里面已经给了我们对治淫欲的一个功能在里面，清净光就对治淫欲生。你的淫欲火通过念佛可以转为智慧光，是这样善巧的转过来的。你不借助佛力，你想转，你想搏斗，你搏斗不了的。你只能老老实实的去做败将。还是在老实念佛当中去超越它，靠佛的加持，所以奉劝你，如果是在家居士，你就过在家居士的生活，信愿持名待业往生就好了阿弥陀佛，怎么样对待知见不正的人呢？你怎么知道他知见不正呢？首先问你，你自己知见正不正呢？所以你先不要去老是考虑对待别人知见正不正，你首先常常问自己，我自己的知见正不正？你自己要好好的要了解般若的空性。要了解从空性里面建立的这种因果，以及慈悲的力量，以及从空性产生的妙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
以及在这个时代靠自力解决不了问题，唯有全身心归命到阿弥陀佛才能解决问题。啊，行为层面五戒十善敬业三福，啊，你先把这些知见建立起来，而且把它落实在自己的行动当中，这已经是够你知心合一解心并进很长时间了。你一天到晚不要盯着人家看知见正不正，啊，你自己不正，你也判断不了人家正不正。即便判断人家不正，你又有什么办法扭转呢？啊，对于我们凡夫众生来看，我们都是知见不正的人。甚无信汝意，汝应不可信。凡夫众生全体都是迷惑颠倒，啊，你有什么资格说人家知见不正呢？我自己就知见不正，啊，所以老实下来啊，关照自己，啊，好好读圣言量，好好去读祖师的著作，尤其要老实念佛。在我们的那个五力时啊，所谓的身见、边见、见取见、邪见的这样的一个见着里面，安顿一句佛号，这句佛号就能转凡夫之见为佛之见。等你在这佛号当中得到佛之见，开发智慧光明之后，你才来去谈这个问题，怎么对待人家对正不正的问题。啊，首先可以说你自己就不正啊。好，请问你对商修如何看呢？能不能修呢？有师父希望我修商修，我不知道该如何。什么叫商修啊？啊，你商修什么？是商修清净法还是商修污染法呀？是求超越六道轮回呀，还是在轮回里面陷得更深呢？啊，往往有些所谓的修行人借着修行的这个名号，干他那种凡夫非常卑劣的行为，啊，这种虚伪，这种啊是大贼呀，啊，是不可取的。啊，在凡夫面上，你远离所谓的商修，啊，这一定会求生反堕，堕落得更快。啊，那个师父希望你修商修，这个师父你离得越远越好。啊，这个末法时代这些不持清净戒律的所谓的师父，都是邪魔外道。啊，你这是决定不虚的，看《楞严经》的四种清净明慧，啊，你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啊，你该怎么办？你敬而远之，啊，不跟他讲话，不见他的面，你好好去念佛好了，远离一切所谓的商修，啊，如果你对这个还好奇，还好要，还去做，首先是你心不正，啊。是你的心不正，才敢照着这样的师父要跟你修上修，不怪别人，怪你自己。啊，没有正念，烦恼太重，啊，所以你一定要生大惭愧心、大忏悔心，赶紧回头啊！要么三个道里面又有一个人挂号了。印祖文钞中说不宜佩戴佛像，因不恭敬，如顶着礼拜人拜仪备拜均折服，可是那么可佩戴皱纹吗？但佛经中有佛足众生梳皱佩戴，但作为法宝带着顶礼人是否获罪？请慈悲开示。这个佛像啊，包括一些啊拿着佛像印的住拜住这个拜殿或者坐着，这些都是没有恭敬心、亵渎，所以不应该做啊。
所以这个印祖的开示是正确的。但咒文呢，还是可以佩戴的啊。在经典当中，包括在《楞严经》也说，把楞严咒这个啊，即便能够读诵更好，不能读诵，你书写带在身上，挂在哪里都能够啊，有这样消灾得福的利益啊。那么咒是法宝啊，你把它放在一个很恭敬的地方啊，一般在胸这个地方啊，什么在上身这个地方啊，我们礼拜一般都会礼拜三宝嘛啊，礼拜三宝啊，这个谈不上获罪的问题啊。好，请问给老年的父母讲净土，他们无法接受怎么办？无法接受是你还是没有善巧方便啊，道德的感召力缺乏啊。你不要怪你父母顽劣不化，而是怪自己还是啊德能不够。要循循善诱啊，一般的父母都比较一般的人都会贪生怕死，你不要直接就讲叫他念佛求往生。他一说，你说你这个家伙，这个我养大的你，你还巴不得我早点死啊，这个很不好说。你就说念佛能够身体健康，念佛能够延年益寿，念佛能够变得年轻，你就说这些他爱说的。哎，他听听，哎，这挺好啊，慢慢子他得到利益了，再跟他讲一下啊，生死是大事啊，人已经这么老了，是每个人都要过这一关，如果我们有个好去处不是更好吗？啊，慢慢子说最好的去处是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啊，只要念就可以去呀。 啊这是你平时要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个同时呢也把你念佛拜佛的功德回向给父母啊，请佛菩萨加持，让自己的父母能够信净土，能够求往生啊。确实对于任何一个子女来说，能让自己年老的父母念佛求往生，这是尽到了为人子女的大孝啊，一切孝都不能跟这个相比啊。所以你的要有方法了啊。家里人不喜欢自己学佛怎么办？任何的境界线前，你不要看外面，要从自己找原因。家里人不喜欢自己学佛，这是你心性变现出来的一个境界啊。所以不喜欢的问题是从你自己要找原因的啊。你要让家里人喜欢你学佛，你怎么样把这个学佛做到位啊？敦伦尽奋，贤邪存存啊，诸恶不作，众善奉行。你从这里下手，然后用发大菩提心念佛来扭转啊。你这个境界是坏的境界，说明我们修行功夫不够啊。那么判断修行是不是有进展，看我们的环境是不是向好的方面转化，说明你修行有进步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啊，所以出现这个境界要从自身找原因啊。为什么佛法是不二法门？不二就是平等嘛，就是空嘛，叫空无相无愿无作啊。这个超越二的对待，因为在二的对待里面，所谓的客体主体能属，这些都是凡夫的境界啊。由名生属，属立造性亡，这都是凡夫境界。所以切度到不二，就是切度到我们清净的自信啊。清净的自信就是佛的自见，佛法的精神啊。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佛教的一个常识了，大家要了解就行了啊。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现场的一些问题啊。我受了菩萨戒，这一生一定要成佛。我的子女有事想找我求菩萨，我念经专门回向给他，给他们消孽障，是否分别执着自私吗？对自己成佛有影响吗？请开示。你受了菩萨戒，你的观念这个知见不是这个。你受菩萨戒，你这一生一定要求往生，往生再成佛啊。成佛一定要分两步走啊，一步不能到位的啊，所以要建立这么个执念。那么你这个菩萨的心就是平等的心，不仅对自己的子女，对一切子女都是我们多生多劫的子女啊，要给他们快乐，要拔除他们的苦难。所以子女有些难办的事要你帮助，你当然念经回向给他消孽障帮助，这是可以的啊，这可以，这不是什么自私分别执着啊，对你的成佛有影响，对你的往，你加上两个字，对你对自己往生成佛有影响吗？啊，这样就对了啊，你不要老是想到我今生在这里一定要成佛成佛啊，你今生在这里是成不了佛的啊，一定今生成就往生的啊啊，所以这样你这样的心。正确的知见、慈悲心不仅没有影响，而且是你修行的啊真上缘呢啊。有的常住居士发愿每天500拜，这个数字每天在寮房拜，是否如法？啊，这没有问题，他在寮房拜，在哪拜都一样啊。我是个老年居士，求极乐心情迫切，但从不用佛珠技术，随口念，这样方式对不对？效果如何？啊，效果如何是看你是不是失心，啊，不在于你用树枝还是不用树枝，但你看你随口念，大概这里面有问题了。你随口划口去念，口里是否念着，心里还是打其他的妄想啊，这样不好啊，一定要念之在之啊，念佛的时候心就在这里，心与声音相依啊，这样念佛叫都舍六根净念相继啊，这样就读法啊。弟子在家于每月六斋日自受八关斋戒，因工作需要，怕自受后做不到，可否在六斋日不受戒，但按八关斋戒法受持？请师父开示。啊，这个谢谢啊，这是可以的啊。这个如果是你有一个特殊的修行，比如东林寺昼夜念佛呀，十日百万佛号闭关，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正规的受八关斋戒的仪规啊，仪规。那么，如果你在家里要做的规范，可以自视受以后，但是怕有时候工作当中做不到，你有一个什么方便？你在做不到的那个时候，你心念舍了就可以了。自受八关斋戒后，一定不能坐卧现在的席梦思床吗？若家里另设小床的条件不成熟，是否得打地铺？啊，嗯，八关斋戒不能坐高广甚床，它是指你自己能做主的时候，你不要搞成一个很大的床，很大的床增加放逸贪婪的心嘛，它这。这是指从自律的角度你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说你是到其他地方是人家准备的，你不能做主的，你就随缘嘛，人家给你睡的啊，给你准备的席梦思，你非得不睡啊，人家反而生烦恼，这时候你就随缘啊就可以了。
啊，佛戒法不是像你理解的那么僵化啊。那这西蒙斯不睡，我在下面打个地铺啊。人家说你这个学佛人怎么这个样子？这是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若在家吃八关斋戒时出现胃痛或低血糖症状时，能否进食一点流质食物？请开始啊。这些如果你亲近持戒的时候，你心念啊比较恳切的时候，这些症状都会慢慢消失的啊。有很多都是你这个妄想出来、执着出来的东西，啊，你把这个立大信啊，这个啊持一念把它保持住，所谓的饥饿、所谓疼痛什么，它都会超越，啊，超越，这就是修忍的时候了啊。有很多人在寺院住世，怕承担责任。往往会更多的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这是什么原因？这就是菩提心的问题了啊。我们大乘佛法尤其强调发菩提心，那当我们菩提心上来的时候，我们是他就会承担一份责任啊，好事给别人，坏事留自己啊。那些怕承担责任的人就是做好好先生嘛，不敢跟坏人坏事去讲嘛，怕得罪人嘛，怕这怕那嘛，他就没有一种啊这种无畏的精神啊，有无欲则刚啊，那没有私心，他就比较啊比较无畏，无所畏惧啊。所以我们确实修行人发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念心发起来，诸佛欢喜，龙天拥护，这就是佛地就会加持我们，令我们菩提道上快速的啊进步，道业成就。那些小家子气啊，怕耽误我时间，怕耽误我修行，怕承担责任，怕得罪人，一天到晚就往啊角落里面捐着啊，不愿出来做事啊，这种人若干年以后，你看看他道业上并没什么进步。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念大心发起来啊，修福修慧啊，福慧双修啊。弟子深深忏悔，皈依才两年，在寺院护法住得不久，平时也不诵地藏经，蒙山也没有过，但是有时自己起蒙山，吓得我现在见到地藏王菩萨害怕，不知是不是可以理。有人叫我诵金刚经、地藏经，诵了几天我又没诵，好像我还没有我念佛感觉轻松。弟子很无知，不知道怎么修行能让自己和家人迅速啊有力成就，请开示。现在心很徘徊不定。你在东林寺住着，我们天天讲要信愿持名，要一门深入，要专修，你怎么还要金刚经啊、地藏经啊、什么什么 一大堆呀、啊？你还是对于居士来说，越简洁啊，越简单越好啊。所以奉行善导大师的五种专修，要读诵就读诵净土经典啊，要礼拜就礼拜西方三圣，要供养就供养西方啊圣众，要称念就称念弥陀名号啊，越专啊越单一，就越能跟西方净土阿弥陀佛建立亲切的因缘关系，往生就越有把握啊。不要搞得那么杂啊，你不诵地藏经，你少了你什么呀？万德洪明，一切具足啊，啊，你能把佛号把它念好，一切都有了，成佛都有余数，何况其他的福德呢？啊，所以
你这依法具足一切法啊，要把握念佛的圆顿的特点啊，你就好好的去念佛就好了啊。好，请看下面。昨天我看了片光盘，是台湾有个寺院在2006年2月份做千人念佛法会时，有同修用照相机将当时的状况照了下来，上面有好多的佛光及西方极乐世界形的莲花和八功德水、七宝池及七重南巡和两条青龙，很殊胜。可有的同修说这是魔发出的光，请问法师，这是真的吗？这个片子我也没有看过啊，到底是真是假啊，我不能在这里给你做判断。但总之一个念佛行人，你不要老去看这些东西，看这些外面的境界来证明什么嘛啊。那有的也许是真的，有的作假的也有啊。现在是一个这个谄伪的时代啊，啊，很多人容易做手脚的啊，所以我们啊也不要去管的那么多，你好好的把净土经典啊，你看净土经典《无量寿经》，天天用《无量寿经》的一正庄严。啊，透过文字般若升起我们的观照般若，啊，我们在用这个一正庄严熏习我们这颗心，这不当下得到限量的利益吗？啊，其他的外面发生的事情怎么样，光盘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所以你也不要去，到底是佛发的光还是魔发的光，你就不要去理睬那么多，你佛号念得怎么样啊？啊，所以还是不要在这里是真和假当中去那个，你自己当下这颗心是不是在阿弥陀佛上，这是你最应该关心的问题啊。请问怎样理解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心不颠倒更多的是来自通过我们信愿持名，感通弥陀现前佛光铸造，令我们啊意不贪恋，心不颠倒，如如禅定，随佛往生啊，感恩佛力啊。好，下面密法在现代时代为何如此兴盛而不念佛呢？你是在哪个地点空间来说这个话呢？啊，我站在这里我说念佛很兴盛呢啊，看不到什么人在修密法呀啊。那么这个在中国大陆大乘显教念佛一法当中，它有很多的基本原理跟密宗也是相通的啊，都是靠佛力的加持，以佛的果地觉做因地，凡夫的因地心啊。密宗也讲三密相应，净土也是三密相应呢啊，我们身啊手接弥陀印，这就是身密，口念阿弥陀佛名号就是口密啊，意念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弥陀的光明功德、大愿功德，这就是意密啊。那么通过这个身口意三业，跟凡夫的身口意三业和阿弥陀佛的身口意三业给我们的强缘的加持，我们就能够跟弥陀的功德气氛沟通向趋近啊，使我们转凡夫心为佛心，转五浊成五清，这里面不需要其他的方便啊，什么观想啊啊，止观啊啊，持咒啊，修福啊啊，这些都不要，
就在一句名号当中就能够完整具足，啊，所以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陀罗尼呀，总持法门呢，啊，就是无上咒、无等咒、大神咒啊，啊，无等等咒啊，啊，而且他单刀直入，这句名号就是佛心，就是实相，就是一真法界，啊，所以一个人不念佛，反而是觉得是比较悲哀的事情了，啊，你是要了解净土法门这句名号的功德之后，你就会有一个明智的选择，啊。请问如何方便的引导基督教徒或其他宗教徒呢？让他们相信佛教。我们要给他提供这样的文法的因缘。这里面我们佛教是应该做出一个检讨的，啊，上次我去福州看到福州基本上农村都是天主教基督教的天下，都是信仰的，啊，有很多的农村信仰基督教，什么是人家的那种传教士啊，他非常深入，啊，他有非常多的方法，啊，搞很多的慈善事业，走进千家万户，啊，去做了大量的这样的基层传教的工作。那么一般的信众，一般的这个民众啊，他内心都有这种宗教的需要，一旦他最先接触什么东西，他可能最先就信什么，信什么宗教，啊，所以这个天主教基督教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发展的速度，这是他们有个这个很强的传教的这种热忱。那么佛教本身是中国自古以来非常深厚传统，有着民众根基的宗教，为什么反而显得人数少？这是跟我们教内弘法的缺乏是有关系的，啊，现在我们也深深的忧虑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希望佛教的四众弟子来做这项工作，啊，前两年我到四川这个西昌去，西昌那个地方有一批佛教徒也是念佛的，他有些中学老师退休以后他就啊传播净土法门，哎，这些人很有一点宗教热忱，他就背着电视机带上佛教的光碟，也是挨家挨户去放送佛教上门，就这个举措马上产生效果，那一大片的这个老百姓都信佛教，还尤其信净土法门，一下子就发展了50,000，啊，所以上次我们去在那讲经，他都很自豪地说，我能够在几个小时当中集中50,000信徒过来，啊，那说明这个做的工作，啊，所以现在你先不要谈引导他已经信了基督教过来，先入为主之后还比较难办，你要上医治胃病呢，还没有产生病，你对还没有发展的这个还没有被他发展的人，首先我们也要抢占市场啊，抢占参头啊，为这些众生提供一个闻佛法的机缘呢，啊，这是我们最先要做的事情，然后第二步才是瓦解也好，反正争取也好，吸引过来，吸引过来。其实很多基督教徒或者其他的教徒，他从信仰的根基来看，也不一定是很深厚的。啊，这个不仅是基督教，就佛教里面也有很多，他信了佛教，实际上啊，他也拜拜佛，也拜玉皇大帝，也拜这拜那，有时候连三皈依他都不一定很清楚，啊。然后甚至那修点法轮功什么的，有很多佛教徒都去修，啊，所以这个其他的教也存在这个问题，他虽然信了天主教、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实际上他
不一定是铁杆的。哎，不一定是铁杆的，就提供我们可以争取的空间，我们再给他传播佛法，可能他会争取过的。啊，前两个月我见到一个从马来西亚的居士，他在这个大雄宝殿的地方啊，因为我在新加坡讲经，他也过来听了。啊，他说他从马来西亚来，我说他说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就把我那个讲的信愿行呢，净土宗纲要信愿行啊，扶持了很多，就给了很多基督教徒去看。哎，发现一个现象，那些基督教徒看完这套光盘之后开始念佛了。啊，他传达一个这个消息。哎，我也听得很奇怪，那想一想，哎，也是，他不是太铁杆的嘛，啊，还处在那种信仰的徘徊状态，我们忽然给他一个强援的进入，可能就把他争取过来了。啊，但这些事情是需要人去做。啊，需要人去做。啊，佛教的义理境界啊，从理论到操作，它是啊非常有优越条件的。啊，我们对其他宗教也要尊重啊，但是我们在里面说我们的佛教真的是更好。啊，要把这更好的理念，尤其是修行方法，要传达出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这也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希望我们劝进行者嘛，《法华经》说做如来使嘛，这佛的这谆谆教诲我们呢，啊，每部经里面讲流通都要去演说呀，啊，抄写呀、读诵啊，要广为流通啊，啊，所以我们要听佛的话，这项工作我们要加大力度的去做。啊，这是行菩萨道，度化众生，救众生的法身慧命，尤其在中国大陆，啊，这项事情显得更为迫切。啊，很多社会人士啊，他真的是在这个时代活的是很无奈，啊，在这种激烈竞争的当中争名夺利，然后得到了，他也。没有幸福感，没有得到就更没有幸福感，他整个处在一种非常焦虑的状态，所以很有必要把佛法介绍给他。啊，这项工作要全方位的去做，尤其是在家居士跟社会各阶层去广泛联系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你的方法去做，啊，这样来传播佛教啊。好，破戒后有补救的办法吗？破戒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真诚忏悔，也得下地狱吗？请师父开示。如果你是受了五戒，这就叫根本戒，杀盗淫妄。如果你破了这个戒，告诉你没有补救的办法。这叫断头罪啊！断头就是你这个头砍下来了，砍下来了还能救吗？接不上啊，它断气了。你说如果哪个地方受伤呢？经过抢救还能够抢救过来，但你杀盗淫妄根本罪你破了，那是没有补救。叫不通忏悔，啊，所以这种事情，这是要非常严肃认真的，啊，我们受戒是在佛面前的一个庄重的承诺，这种承诺是要用生命作为赌注压下去的，啊，宁可丧失生命，也不能破戒的，啊，所以古人为了持好戒，带上一把刀啊。叫戒刀啊，等到烦恼实在还控制不住甚至要破戒的时候，可以杀掉自己，啊，宁可丧失生命也不能破戒，啊，因为你丧失的这一期是涅槃生的生命，只是这一期，如果你破戒呢，你生生世世法身慧命的沉沦呢，啊，那是损失惨重啊，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啊，
为什么受五戒？我们要问你是有五戒，你全持叫满分优婆塞优婆夷。你受四戒多分，你受两戒是半分，受一戒也可以。你要筹量自己的水平能力，你哪怕受一戒，你都要把这一戒持好。你受不了，你可以不要全受嘛，啊，并没有强迫你去受。啊，佛教是非常有原则性，同时也有变通性的，啊，包括出家也是这样的。你出家就得奉行出家的戒法，但你出家戒法你行不了，你可以还俗，啊，他有这个自由。你还俗一段时间，又想想还想出家，你还可以出家，啊，出家烦恼很重，你还可以舍戒还俗，你可以七次往返呢。佛祖是这样慈悲啊，啊，但七次往返是对男众的，对于女众只有一次机会，啊，对，啊，所以这个你破戒后认识到自己错误啊，哎呀，我再也不犯了，怎么那，从这个声闻部的戒律来看，那是没用的啊，你忏悔，你也得下地狱，啊，忏悔不了嘛，他忏悔不了，啊。所以这不能是开玩笑的啊，有很多人我觉得他太轻率了。上次有个条子说，我上半年受了五戒，现在全破了，现在怎么办？哎呀呀，五戒全破了，我们听得都胆战心惊。他好像是这个很无所谓似的，这东西都麻烦了啊，嗯。但是幸好啊，还有净土法门呢，啊，给了你一线生机啊！你赶紧以忏悔心啊，自诚念佛，那下品众生啊，也许有份啊。下品众生就是对这个破戒的众生来施舍的啊。但是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原来破了众戒还能往生那个。你不要这样认为啊，这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对那个破根本戒要下地狱的人，其他的法门都没有办法忏悔的时候，阿弥陀佛还这样救度，这是能理解阿弥陀佛慈悲极点，也威神极点的特点。但你不能拿这个作为我破戒没关系，你这一念心下来你就麻烦了啊。所以这里告诉你还有一条啊别开的一条生路啊，如果没有这条生路，那你啊破五戒都到地狱里面去，那是没有办法啊。求生净土愿望中边地五百年不见佛，与弥陀国土有何不同？平时修学应注意什么？这是讲三辈九品之外有一种。所以边地一层往生，就是他也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只是他的莲花呀不能开放，他在这个道路上啊就自然见到两千游旬，那呢有百游旬千游旬的那个一个大城，他就进入大城，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他也是有莲花化身，但是他进入那个以后是看不到阿弥陀佛，看不到菩萨声闻声，听不到佛法，这就叫边地。边地是比喻八难里面边地是什么？听不到佛法的地方叫边地，八难之一。那比喻成你在那里面听不到佛法，边地啊，有的叫胎生，有的叫移尘啊。那么这五百年在里面啊，跟你莲花出来的情况那有大的不同。你莲花出来可以见阿弥陀佛，见观音世子，见清净大海众，能够得弥陀愿力加持，得六种神通分身无量世界，得百千陀罗尼，他等等那个神通妙用，你在那个边地一层里面都得不到。所以了解这么一个事实之后，平时就在我们现前修行当中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清净信心啊，产得这样的边地遗尘的原因就是
他信心里面夹杂着怀疑，他有怀疑就在莲花里面不能开放。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在莲胎里面啊，这个是最后是最多是500年，但是你如果一去啊，就发现自己不能见三宝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能够透过这是阿弥陀佛还对他加持，还放佛光到那个啊这个仪程里面，透过佛光他发现自己不能够见佛闻法见啊见菩萨身的原因是说一有个罪行的根本就是怀疑，他这时候发起一念忏悔的疑根的心，这个疑根忏除就马上能出来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怀疑呀、疑惑呀给他忏除啊，然后使我们任运往生，任运的花开见佛啊。那么疑根的忏除就是要开发般若智慧啊，要了解真空妙有，要了解心佛众生等无差别，要了解阿弥陀佛跟我们的内在关系啊，这些我们都要通过闻熏佛法净土圣言量，把这个怀疑慢慢的遣除，产生清净的信心啊。好，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啊。诸位莲友晚上好啊，我们看网上的问题啊。净土中学人常